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rian， 欢迎收看第二集的《生日你最大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，不是重量级的，可是是非常帅气的小帅哥。那我们就马上邀请他出来了。来，那我们就请他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噻。我的名字是余旭亮，我今年18岁，他很害羞，不要紧。OK， 那我们生日你最大这个单元呢，就是说生日的人最大，最大的人可以叫我做3件挑战。那3件挑战呢，都是他想。要是我做不到这3件挑战的话，我就要接受惩罚。惩罚呢，跟那个3件挑战都是寿星想。那在他想3个挑战之前呢，我想要问你一下，你18岁生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还是还没有做到的事情，你会要去做的？单身了18年，当然是要找个女朋友了。用右手用了18年，都长茧了，你看。你右手长茧了，我也是长茧了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两个18年的证据啊，不然我们两个，gay 楼，那你现在这样子想要找女朋友，那你的理想型是这样子的？是瘦瘦小小子啊，不过高一点没关系，可是反正我也没有差啦，都当了这么多年了啦。瘦瘦小小子，高一点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你在讲我。像那种瘦瘦小小子，然后可爱可爱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属于那种萝莉类型的。萝莉控啊！哎呦有吗？日本动漫看太多了啊你。那假如你有女朋友了，你会带她去哪里旅游嘞？当然是去日本啦！日本是我去过这么多最喜欢的国家了。有食物，有美女，交通又方便。你没想起我。日本萝莉控就是日本萝莉控，重点是富士山漂亮的哦。寿星，我的第一个挑战你想好了吗？来，想好了。你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拉我们那一个朋友远距唱歌，合唱两个。合唱合唱什么歌？当然是你的《深深太平洋》啦。深深太平洋。OK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是伤心太平洋，不是深深太平洋。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哎呦，不错哦。OK， 这样子我第一个做好了，那第二个来，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我给你什么食物，你要吃完去啊？你讲好料一堆啊。我第二个挑战现在做好了，那第三个挑战呢？第三个挑战，收拾我的房间。But first, let me take a selfie. 人家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收拾你的房间，讲真的吗？真的。等一下有什么私人物品不见了，不要怪我。哎呀，那个用过都用过了。哎呀。你坏蛋啊你啊！都出门了，帮我整理一下了。OK， 那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去做第三件事情了，现在就要整理寿星的房间了啦。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要给我，敢敢叫我收我这个人。他等住，他等着他。OK， 那我们第三个挑战就已经完成了啦。OK， 那我们非常感谢新郎做我们第二集的嘉宾，也非常感谢他来我们的节目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快点去订阅喽！这边有一粒红色的 button 啊，红色的 button 啊，就在他手的。那一般大大力的喊下去。
这边有他的 IG 啊，这里有我的 IG， 快点来关注我们啊！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集见，来个 peace， woo， 拜拜。Peace the fuck up.